李大喜，大大喜，天气非常好，今天。今天的任务钓鱼，体验一下国内的鱼。你刚才放哪儿了呢？特厉害了！屋里还有个。拿几个路亚呀？这儿拿几杆？三根儿。就咱俩拿三根儿。钓不一样的东西。好的，今天任务去钓鱼。你看这小天气，二号，预示着今天均能二钓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出发。Let's go, go. Whipping up the babies, got the pot. 用卖身的笔把观众全都炸翻，爆炸了错把你们耳膜震穿，所有人跟这个伴奏拿麦克战斗，人心都看透，没发现战后所有人都没听懂我的名字，来自 Deep Sea 的 rapper 都不会，我的实力不会一直停滞不前，大东北的兄弟绝对不会孤立无援。妈你我的手上顶上，我的实力就两手轻，你猥琐的臭羊我是你崇拜的偶像，前面下个的评委哔哩吧啦以为说得快，这地平线只是我见证都失去了爱。好的，我们到达钓点，就是这里了。因为那是淡水啊，海水跟啥掺的？海水跟淡水这是混合的。今天我们是一个路亚，一个手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鲜虾散泡。红哥开始压着这个味儿来，这个家伙。这个就指着你的出货呗。我一想那也找你。呀，货呢？你这杆算长算短？长的。也不长，也不短。好了，我这搞定。这小夹饵今天，哎呦我去！你平时都一家伙，都三家伙呀？换人了，我来整扫杆。我靠，真沉！
那个黄沟的家伙啊，是啊。我操！赶紧的，咋了？快点去！等会儿抄，我抄，我给你抄，我给你抄。等会儿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我正抄着啊。你先挂了吧。先溜。快点的。哎。2000 years later。挺干净。成功收获一条鲫鱼，这个鱼口不太好，我们辗转第二站钓啥？路亚鲫。路亚钓啥？钓路亚。钓路亚。这一片都是他的，是吧？这是鱼坑吗？这是卖的，这是水稻，稻田。水稻稻田。这几个坑？这个仨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啊，四个。钓鱼，钓一条鲫鱼，饿了。不是，看，够，米饭不随便吗？这碗麻辣香锅，哪儿的？吃完再蘸。嗯，钓一条破米鲫鱼，是吧？吃完再蘸。家伙，饿了，家伙是吧？体力消耗过大。嗯。我是不是给你拿那夹子去？用吗？修不修？那俩使啥呀？薅出来呀！不用那个，那钳子中。呀，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啊。瞬间大哥就过来了。牛逼！他咬你了呢？他不怕他勾我手。我先夹着你那啥呗。对。嗯。嗯，哎嗨，大黑鱼，行不行？用抖，用点抖啊，就是慢腰啊，啊，用点抖啊，还是就是，啊，啊，是鱼不？疼，你整一条，用抄网啊，这是啥呀？这卤子呗，来点小卤啊。那啥呢？钓不着，咱也有那玩意儿。嗯，卤子一条，决定回家了。你看今天没鱼啊，今天收获。他这边是拿这个线都绑到一起的。小姐啊。哇，哎呦我擦，小姐。哎呦，这都是啥？卤子黑鱼。200收获今天。反过。收官路亚，结束，撤。